欢迎继续收听由往昔君言讲故事联袂播讲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九十九亿闪婚豪门总裁夜夜忙第655集。宋倾城不说话了，再说下去管家就该到了。小包子在妈咪换衣服的时候很绅士地离开了房间，坐在沙发上担心妈咪会不会穿得很随便。然而当房门打开宋妈咪走出来的时候，小包子担忧的小眼神一下子就闪闪冒光，被眼前漂亮的宋妈咪亮瞎了眼。宋倾城被小包子那样子弄得又好笑又有点难为情，说好不打扮的，结果还挑了一件比小包子给他挑的那件还要好看的裙子，美得不要不要的。为了不让小包子担心，他也是豁出去了。虽然只是找的借口，但是有借口总比没借口要好。管家说的时间很准，5分钟后已经在楼下等了。宋倾城带着儿子开开心心地出门，路上也不堵车，特别是上了去往别墅的那条路，车流量更加少了。路上，管家接了一个电话，只听管家说道：是，已经接到宋小姐和小少爷了，好，你稍等。管家从副驾驶转过身来，将手机递给宋倾城。宋小姐，先生的电话。宋倾城笑了一下，将手机接了过来。怎么了？晚上想吃什么？这人看上去还挺认真的。宋倾城没有回答他，只说道：你还是问你儿子吧。他将电话又转交给了身边的小包子，他已经很怀疑季正廷的厨艺了，还让他点菜。季先生对自己真的不是一般的有自信。小包子接过电话却一点都不客气，噼里啪啦的点了一大堆。宋倾城都能想象到电话那头某人已经蒙圈了。果然只听小包子唤道：爸比爸比。小包子以为电话被挂了，拿过来看了看，好像没有哎，继续说道：爸比，你听到我刚刚点的菜了吗？喂喂喂喂，你那边信号不好啊。啊，我听不到，菜的话我就看着准备了。好，那我给爸比发信息点菜吧。宋倾城在一旁差点笑喷出来，季大总裁今晚很可能会出糗。宋倾城和小包子到的时候，季正廷并没有在家，这个时候不会还在菜场认真的买菜吧？已经5点半了，感觉今天晚饭很可能会变成夜宵。终于在6点半的时候，季大总裁总算是回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季大总裁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装的肯定都是食材。看来季大总裁今晚是打定主意要满足儿子的胃了。先生，这种事您安排我们去做就行了，何必自己跑去准备呢？管家连忙过来接过季正廷手中的食材。季正廷没有说话，换了鞋子进屋，就看到宋倾城和小包子都迎了过来。看到小女人的那一刻，他还真的有点恍神。他这是打扮给我看的，不错，有点意思。宋倾城被季正廷那眼神看得极其不自在，干脆就退回去继续看自己的电视剧。爸比，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倒是小包子非常给老爸面子，扑上来就看看老爸都买了些什么。可是老爸却满脸乌黑，要不是臭小子不客气地点了那么多菜，他也不至于忙到现在才回来。第一次进菜场买菜的季大总裁差点没迷路找不到出口了。这件事他绝对不会说出来，生平最丢人的一件事了。总裁，您4点就去菜场了，就买了这些菜。
管家看了看菜品，也不多呀，至少小少爷点的菜十有八九都不在内。季正廷绷着一张俊脸冷盯了管家一眼，不过才两个多小时而已，那个菜场那么大，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他觉得买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管家这意思是嫌少。宋倾城听到管家的话走了过来，也想看看大总裁这两个半小时都买了哪些菜。袋子里有一颗西兰花，一把菜心，两个土豆，一根山药，一节莲藕，为毛都是蔬菜？小包子要的鸡翅、鸡腿、大骨头、酱牛肉呢？宋倾城又扒开另一个袋子看了看，一条桂鱼，一份河虾，还有一大包什么东西。行了，把东西都拿进去清理好。季正廷见宋倾城一样一样的看，有点不耐烦了，跟管家说话。是。管家将食材都放进袋子里，直接拿进了厨房。你不是说亲自动手的吗？季正廷看着他，那眼神似乎在说，清理还要我来？宋倾城看懂他那眼神了，又委婉地跟他解释，亲自动手就是从清理到洗碗全部承包。季大总裁有种想收回成命的冲动，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地进了厨房。宋倾城看他那样子，说不出有多好笑，在后偷偷地笑了出来。妈咪，你在偷笑哦。你不觉得某人很好笑吗？爸比好像有点不太会的样子。小包子同情地看着厨房里笨手笨脚的爸比。宋倾城也看了眼厨房里，何止是不太会，明明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好不好。季正廷在厨房里倒腾了半天，眼看已经七点半了，他还在洗菜。他现在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后悔，与其下午四点钟就跑去菜市场买菜，他何不去餐厅打包几个菜回来藏在厨房里，这会儿直接装进盘子里说是自己做的不就完了。现在好了，打脸不说，关键是还要对付一堆食材，该死的，这是他这辈子干的唯一一件蠢事。七点半到八点，总算是清理好了所有的食材，接下来开始动灶。第一锅炒的是西兰花，第二锅炒的是菜心，第三锅炒的是木耳山药，第四锅炸了一个薯条，这个是小包子点的，季正廷记得很清楚。至于其他的，他都是问卖菜的大妈，说是比较简单又好做的蔬菜，而且有营养，所以他就买了这几个，还不错，炒起来确实方便。接下来要对付肉食，这个难度有点大。宋倾城闻到厨房里好像已经有菜味飘出来了，就好奇地来厨房看了看，拉开厨房的门，一眼就看到男人站在那里对着什么东西发愣。